哦，这个飞机，哦哟，这边过来躲闪了，这边要过来开吗？恐惧，恐惧到，林要往后拉开一下身位，一直接往脸上，一回 A O E 爆，而且盖伦也来了 ，Cloud 也走不掉，直接一个大招带走，爆炸了，人马在找机会。 而且KG来了，闪现过来，直接进个假的下刀刀，没打下来，你两打下了大龙，24 KG 开出了王者反甲血很高，但是还是有点人太多了。哇，这大龙有点快呀，龙要没了，这已经没血了，永恩能抢到吗？没有，但是永恩能回去。 正面已经被开了，亚路接大招，然后先手是把对方的打野已经击杀掉了，还要再追呀！一边一个大花了四个 ，A O E 拉满了，亚路接到后，所有人在塔下，往后走右边肉在突击接塔线直接接了起来，又团灭了。哎，能换掉吗？换不了一个，哇，零换五了。那Power状态不是特别的好，是的，其实这一波是一个机会，寡妇正在利用被动回血，想过来先锋抢一手吗？ 哦，大招叫人，但被亚索反向风墙给挡掉了。哎，坏了，先锋感觉红色爆炸炸了，先锋已经被人马拿掉了，这波团战感觉也要被收尾了，只剩 Mantle 也没能活下来，一波灵换四加加速先锋。阿卡丽在下路露头，鳄鱼神出加。而反手其实大了，这波大的是不是有点早啊？卡尔被炸回去，可能要被秒。猎手本能直接过来配合下两下被动，被动 A 出来之后，段誉直接收掉卡尔，而且被刺客这个时候绕后了，想直接切出瑞，瑞滑墙走。 但是后续的话伤害不足以击杀被影刺客，这片团战打起来，夜宿直接先收掉了一个寡妇，反手再交一个金身飞白过来，一个大想去斩两个，伤害还可以，但是这个时候有情侣的这种小规模团啊，还是太无敌了一点。交闪现又在想秒超，等我也标记到了三杀的一个叶子，但后续一个汉已经刺杀了，段誉交闪给一下，用一个五杀有机会吗？损五过来，又是一个喷大Q。哇！五杀。